NTS 最近咧好成功咁將啲 single 咧轉咗去 Railway 喎。阿 Steve， 請問你點睇呢件事咧？冇錯啦，我都聽到咧 NTS 嘅啲 single 過咗去嘅 Railway 咧嘅教區係更加開心喎。咁不如我哋聽下佢哋點講啦，好冇？睇下先。大家好，我是 Alex， 我而家同太太 Jessica 同埋阿黎 Traffy 咧一齐带领住咧铁路教区。好感激咧，今日可以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喺带领教区当中学到一啲事情。好多时候咧，弟兄姊妹喺教区里边咧耐咗，就会面对一种情况，就系有太多嘅转变。有时我哋会转产班，有时会转司徒关系，甚至乎会转教区。好多时候咧，一谂起呢啲转变咧，我哋第一个感觉就系好惊，因为会有好多旧朋友，我哋会冇咗一啲关系。我哋亦都好驚咧，要去再建立一啲新嘅關係。有時我聽過啲弟兄姊妹甚至乎會好驚轉變，係因為覺得呢啲轉變咧，大部分係教會安排、領袖安排，所以咧好多時佢哋感覺係冇得揀。其實我覺得可以唔使咁諗嘅。生命裏邊咧，我知道我哋無論面對咩轉變都好，最終係神咧帶領住我哋。喺過去嘅一年半之前，我教區咧都面對過一個好大嘅轉變。新界西教區以往是一个很大的教区，但随着他们慢慢成长，已分团契越来越成熟之外，当中他们的需要也越来越多。我们年半前有四十几个的弟兄姊妹，主要是由单身人士和已婚人士转变过到来铁路教区当中。开始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有少少的挣扎，不知道会不会应付得来。但我很感激一班弟兄姊妹一起去同心，为神去创造一个新的愿景。这年半以来，我见到大家一起凭着以弗所书的信念，我们大家作为一个肢体，互相各按各职，联络得合适的时候，我们会建立最终的是神的国。大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八对的单身人士凭着信心呢变成呢可以去拍拖。当中呢去年更加有六对的弟兄姊妹成功呢是结婚拉埋天窗。所以其实有时转教区真的有些新的火花，都是一个不错的转变来的。而不单止在关系上大家彼此相爱，其实在传道上大家的信心也是大大提升。去年无论是青少年团契、校园团契，甚至乎单身团契，我们总共一共帮了十二个的朋友受洗回来神的国当中。我很感激大家一起彼此相爱的时候，神大大祝福我们的生命。今天很开心也都邀请到一些弟兄姊妹跟大家去分享他们学到的一些得着。我是 Rose 啦，咁我入咗Teens Ministry 嘅，咁從來冇諗過咧可以喺 Teens Ministry serve 嘅，所以覺得係好開心。Hello， 我叫阿成，轉咗教區之後咧，我諗最大得著就係咧可以幫教裏邊咧做一個 Usher King 嘅工作。我叫阿恆，最大得著就係娶到我太太啦。Hi。Hello， 我是 Tina。我最开心就是来到新的教区，我可以有更大的信心去带领单身的查经班的。好，我是吃人，来到新教区之后，铁路之后，我实现了一个梦想，就是帮教会拍第一套电影《四乘一百》，用于在这个 Crystal Party 之上的。所以其实转变是好的。好，今次分享了这么多先，希望下次再跟大家见面。拜拜。Nell'aria c'è una voglia in me, qualcosa che non so cos'è. Mi piace sì stare con me, guardarmi dentro, scoprire che c'è ancora lì la voglia di essere felice pensando a te.